下一个内容，下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要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，我们要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字符函数了。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数值函数，然后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字符函数。字符函数呢，常用的字符函数，大家在 Java 里面有哪些啊？ substring 是吧？好， substring 在我们这边叫做 substr。那substring有几个参数啊？有两个参数就可以了吗？我这边要去写三个参数啊。首先你要对哪个字符串你要去做截取，所以这里面去做一个起止，起止索引，然后再是什么东西啊？长度吧。好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字符串，我们把它拷贝一下吧。直接在这里拷贝过来，然后呢这个大家比较熟悉，我就直接写了啊。Let select double str， 然后呢这里面我去假设我是写一个 ABCDEFG， 阿布斯特赫哥吧，好不好？起止索引写几啊？零。好，这个写零，然后这长度写几啊？三。for 第二表，好，这个写好之后呢，在这里面我们来执行一下数值结果是几啊？ ABC 对吧？这个毫无疑问，对不对？直接执行一下，结果是 ABC 吧？好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这一个下面再来一个，还是 ABCDEFG， 把这个改成一，截取出来是几啊？截取出来是 ABC。截取出来是 ABC， 直接执行一下，一还是 ABC 吧？那这里面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。好，这里面写一下，注意起止索引，不管不管写零还是一，都是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截取啊。要写二是吧？写二是吧？好，写二是什么东西呢？ BCD 吧。BCD。有同学说要写负一是吧？我刚听到要写负一的。是不是要写负一的？来，我们直接执行一下啊。执行出来是啥玩意啊？从后面开始了。所以这里面就。这个就不要去记从负一的，从负数开始了。从负数开始，你去数这个函数，你数得清楚吗？这个是不是不是很好数吧？好，这个是这个是字符串截取。那我们再来一个，长度，获取字符串长度，啥写啊 ？Select list。再写一个，比方说我们去写个字符吧，写一个阿波斯的呵呵歌 for 第二表吧。好，直接一下出来是不是七个？那我呢记得在前面问大家这个字符表有多少个的时候，有同学说26个，有同学说28个，那你可以用这个函数自己去跑一遍，看一下到底有几个啊。到底29个是吧？好，这个是获取字符串长度，去除字符串去除字符串左右两边的空格，左右两边字符左右两边的空格，去函数吧，去教它，然后再是写一个，比方说我在这里写一个空格吧， hello，这是有空格的吧？ for 第二表，哎，为了给大家是演示这个空格呢，我们首先呢，我如果不用函数，我把这个查询结果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直接，听出来前面是不是有空格啊？对吧？前面有空格，然后这个后面也有空格，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，执行一下，没有空格了吧？这个是这个。那这些函数都在哪里定义的？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资料里面，有一个
有一个文档，这个找一下今天的这个课程资料，找到 Oracle 第一天，然后在资料里面有一个叫做 Oracle 函数大全，在这里面呢，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了。这个数值级函数刚才已经是给大家讲了几个了 ，float、del， 上面还有个什么 abs 啊，还有什么求幂啊，然后呢，字符函数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了。这些函数不需要去记啊，函数不需要去记，你只要知道从哪里去找就可以了。面试的时候不会有人问你，哎，你给我写一个这个什么？哦，面试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了，请你列一下这个数值函数，那你就直接是写一下，包括 Java 不单单是 Oracle， Java 里面也会有的，它让你写一下这个常用的一些向上取整呢，向下取整呢，比方说啊，这个又扯远了的样子，比方说面试关于数值的问题非常常见，就比方说出一道题，选择题啊。这个是查询，哦，直接写语句吧，好不好？直接写语句吧，直接来一个 slate flow， 然后呢，面试经常会有这样一道题，负的 12.5 form 第六表等于多少？然后呢，它还有可能出现这个 flow， 先是有一个正的 12.5 form 第六表，然后呢，让你去选择它的一个结果，它会有结果让你选择的。上面这个是多少？这是多少？居然没有一个同学答对的。来，直接试一下吧。然后这个是负十三是吧？那么这个哎，改一下。我把它改成，这是多少？啊，这个负十二是吧？刚才把那个错误的已经给它演示出来，这个是多少？在面试的过程中呢，就是它求像这种向上取整、向下取整，经常会是出现这种问题，就是它给你来一个负数，让你去求，然后不要去选错了，这是面试过程中有可能遇到的问题。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字符函数啊，这个。又跑题了，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字符函数，刚才是给大家讲的是一个 trim，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 trim， 删除左边和右边的字符串吧，来看一下它有一些什么比较特殊的一个效果啊，它可以去删除左右两边的 x 特殊字符，前面写一个 x， 然后再写一个 form， 它就会把左右两边的 x 给去掉，但是中间的是去不掉，中间的是去不掉的，这里面是需要注意的。我们刚才如果是默认里面没有去写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它就是删除是空格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对吧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place 替换子字符串，那我们也直接来给大家是写一个案例了。替换字符串，替换字符串怎么做呢？直接来一个 slate replace TLAC replace， 首先我去写一个hello。我们要将哪个字符串给替换掉 ？L 啊，假设 L 替换成什么东西呢？替换成 A， 可以吧 ？For 第六表，直接来执行一下这个函，直接来执行一下。做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，里面的所有的 L 就被替换掉了吧？这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那实际上呢，还有一些其他函数，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函数啊？什么 in str 大小写，这个不需要给它演是吧？啊，这个太简单了。还有什么 init keep， 这个 init keep 把每个组件，带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。把每个单，它是把每个单词的转换一下，每个单词第一个字母去给它转成一个大写，这个能不能看懂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是 instr。instr 这个是 instr， 它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它这个代表的是在这里面去搜索吧，在这个字符串里面去搜索，如果找到呢，就返回它的一个返回一个数值，是找到的一个其实的一个索引的。这里面大家是需要知道有这么一些函数就可以了。实际上这些函数呢，我们并在做 Oracle 开发过程中并不是会经常用到，所以呢，这里面我们也不过多去给大家介绍了，就给大家。